却风扇时，小手烧锁塞满大把日子，这些天性病偷偷在写情诗，雪做的水晶鞋，雪白的裙子，她要采朵雪莲花送给远方的女子。夜深人静后，月亮之下，老兵想着心事，妻子来探亲，定在杜鹃开始，父母催他们早点要孩子，他却只能点着头说会挂在心里。昨天班长在屋顶扫雪时，有人航拍了很美的景致，班长说从雄鹰的角度看自己，高高山尖上有一些孤单的样子。昨天班长在屋顶扫雪时，有人航拍了很美的景致，班长说从雄鹰的角度看自己，高高山尖上有一些孤单的样子。他的火热的哨所里一片泪湿，夜深人静后，月亮之下，老兵想着心事，妻子来探亲，定在杜鹃开始，父母催他们早点要孩子，他却只能点着头说会挂在心里。今天班长在屋顶扫雪时，后面跟来了好几个战士，班长说从人生的角度看自己，常常守望里找到了生命的价值。今天班长在屋顶扫雪时，后面跟来了好几个战士，班长说从人生的角度看自己，常常守望里找到了生命的价值。他的话让人陷入了幸福的沉思，他的话让人陷入了幸福的沉思。